对吧？这只大老鼠呀，又来挑战大叔了。嗯，这里只有一个苹果汁，怎么办呀？苹果汁，那就让大老鼠喝呗。哎呦，大老鼠喝了肯定会晕的，对吧？哎呦，这大叔怎么又被困在这里了？怎么回事？还脏兮兮的。我说大叔，你没有捉老鼠，你身上怎么还脏呀？哎呀，真是的，洗洗吧。嘿，我说大叔呀，干嘛呢这是啊？这老鼠没有找到你，为什么总是把自己困到这里面呢？哎呀，你说身上还脏兮兮的，比老鼠还脏呢。哎呦喂，我说大叔，这看到这金光闪闪的宝石两眼发光呀。这大叔想要宝石，那好，我就成全你呗，要宝石喽。哎呦我天哪，可高兴了。哎呦我天哪，这里有两个炸弹，一不小心不是这个炸弹呀，掉到他这里就是掉到老鼠这里。我看看这样掉老鼠这里，嘿，这样，哎呦晕了吧。哎呦我天哪，这大叔好可怜呀，这个小洞这么小，我大叔我看你这下怎么出来呗。